今年夏天最凉快的线上钓鱼游戏娱乐百分百 online 已经于8月8号正式展开公测啦。在上市记者会上呢，游海游戏也邀请了原厂 Purple Ocean 制作人现身会场，深入介绍游戏。而游戏代言人鸡排妹呢，也 cosplay 游戏角色和嘉宾同乐，赶快到现场去看看吧。游海游戏代理营运的娱乐百分百 online 宣布于8月8日正式在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启动公测。在台湾的记者会上，大手笔请来秀 girl 以及火辣的专业舞者为今日活动拉开序幕。有别于一般线上游戏，娱乐百分百兼具了海钓的休闲感以及大鱼上钩时的刺激与期待。简易的操作让不曾接触脱钓类钓鱼游戏的玩家也能迅速上手。此外，游戏网罗了五大洋各种鱼类，总数高达500种以上。游戏代言人鸡排妹也小试身手，秀上一段舞蹈。娱乐百分百 online 在2011年3月韩国上市期间，便创下韩国关键字搜寻排行第一名及线上游戏不分类排行第8名的好成绩。制作团队致力打造逼真的游戏环境以及多元的玩法，在处处都展现了其用心。未来也会针对台湾玩家推出最在地化的内容，比较休闲倾向、比较舒压倾向的，它呢你就可以搭着你的游艇啊，然后呼朋引伴出海去钓鱼。那配合台湾的一些文化的关系，所以有钓虾场的部分。最后提醒有参与封测的玩家，记得与游戏正式公测后前往 MyGame 平台领取 OB 纪念装备。喜欢娱乐百分百 online 的玩家，别忘了加入 Facebook 官方粉丝团，关注更多游戏讯息哦。